今天呢，我们要学第三集的第一课，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词语。那看一看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北北方，方。北方，对，那是哪一个图片呢？你们觉得？北北方方。F。对，北方。好，第二个这个词语怎么读的？作作业，业。对，它是第作四业，声，对吗？作业，那哪个是作业呢？一，对，你们喜欢写作业吗？不喜不喜欢，欢，不喜欢，都不喜欢写作业。好，第三个词语怎么读的？游电戏脑游，D，戏。D，对了，第四个词语是面包面包是，D，D，哪个？B，对了，你们喜欢吃面包吗？喜欢喜欢，好，第五个词语是地图地图，地图是哪一个呢？，A，是周末，周末，对，周末。对，阿明也到了，对，周末的话，你打算做什么？那我问一下，Debbie，周末你打算做什么？周末我打算睡觉，再睡觉。睡觉，对，想要休息。阿明呢？你周末打算做什么？周末的时候，我喜欢看电影。哦，周末打算去看电影。这一个，我邀请你们用一个词来说明下面图片的内容。那请问第一幅图是什么词语呢？你们觉得？地方。班。搬，对了，我们可以搬家。哦，对不起，对，我们可以搬沙发，我们可以搬东西，搬家。我不喜欢搬家，搬沙发，搬沙发，对，是。第二个，他在做什么？哎，这个啊，要复习，复复习习，生，对，复习。复习，考试之前，你们会不会？通宵复习就是不睡觉复习，你们会吗？很少，可是会，喂，好，第三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大蒜。打算，对，我打算做什么？说明这个事情我想做，但是还没有做，所以是打算。我想要，我打算做什么？然我后第打算去四看电影。幅，打算去看电影。对，第四幅图呢？这个是什么？着急，对。着急，对了，注意看他他的很着音，急。他很着急。对，什么时候你们会觉得很着急呀？去学校的时候很着急，不够时间要没有赶时完间一的时些，候也，不够时间的时候要做完一些东西就很着急。对的，是。那 Topic，你有很着急的时候吗？考试，对，考试的时候很着急，因为觉得不够时间复习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对话，小丽和小刚，这里有两个人。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，请我。是啊，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。好了，那我们看看这里的一些词语。周末，这个我们很熟悉，对不对？还有刚刚说到的打算，打算做什么事情，想做什么事情，这个是语气词。比如说，好啊，可以啊。还有这个跟，我可以说，我看跟在哪里，它写的是跟谁一起，和谁一起，跟谁一起。然后这个小刚和小丽是人的名字。第二个对话发生在家里，在家，妈妈说："你一直玩电脑游戏，作业写完了吗？都写完了，明天不是有考试吗？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？我早就复习好了，那也不能一直玩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些词语，一直做什么事情？你看。"用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做什么事情，例如周末的时候，我喜欢一直看电视，然后这个游戏，
你们喜不喜欢玩游戏啊？喜欢。我喜欢电脑游戏。好了，这个作业刚刚 Tarvik 和 Debbie 都说不喜欢写作业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着急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复习，我们刚刚都说到了。好，现在我要你们每个人呢要说一个反问句。你看这儿，他妈妈说了一个反问句，说明天不是有考试吗？说明妈妈在反问儿子，妈妈知道有考试，然后他问儿子，你不是有考试吗？对吗？那我要你们每一个人说一个反问句，老师也想一个。我可以说，你怎么还在吃东西？你不是吃过晚饭了吗？你不是吃过晚饭了吗？明天不是有周末吗？对，明天不是周末吗？对了，外面不是在下雨吗？对，你还要出去吗？对了，很棒，外面不是下雨吗？你还要出去吗？对。明天不是有游戏吗？明天不是电脑游戏吗？哦，明天不是一起玩电脑游戏吗？对不对？明年不是结婚吗？啊，对，你明年不是结婚吗？对，这个可以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第三个是聊旅游计划，你要去哪里玩了？旅游计划，我们来看看。下个月我去旅游，你能跟我一起去吗？我还没想好呢，你觉得哪儿最好玩？南方啊，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，南方太热了，北方好一些，不冷也不热。这里有一个南方，还有一个北方，那在中国的北方和中国的南方，北方冬天非常冷，然后南方的夏天呢又很热。那你们是喜欢中国的南方还是中国的北方呢？我喜欢成都，成都的天气也是不冷也不热。成都算南方，成都的天气也是不冷不热，对不对？很天气很好。对对，埃及在南方的Africa 南北方吧。北方的 Africa。 对，是的，埃及在埃及在非洲的北方。这个对话是准备去旅游，水果、面包、茶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还带什么？手机、电脑、地图，一个也不能少。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，再多带几件衣服吧。我们是去旅游，不是搬家，还是少带一些吧。我们来看看这边有几个词语。面包，这个很简单。那这个带呢？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带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要带什么东西呢？或者是你要带谁一起去呢？还有这个地图。那这个搬呢，刚刚老师说到的一些词语，比如说搬家，然后还有阿明说到的搬沙发、搬东西。那现在我要问你，如果你们去旅行，但是你只能带一样东西，你会带什么？手机。David 带手机。手机，对呀。阿明呢，你带什么？手机。我带电脑。哦，他会带电脑。为什么？用电脑带工作，我的工作。哦，我的工作。哈菲是很爱工作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带了电脑。David 和阿明带的是手机，觉得手机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是不是？对。对，是的。对，我觉得在中国我们现在都不带钱包了，我们出门都是带一个手机，因为手机上也可以买东西，也可以打电话。如果有手机不用电脑。今天的练习我们有这些词语，刚刚说到的一直，对吗？一直玩电脑游戏，一直周末，还有带什么东西，带什么人带，还有搬家的搬，
还有声音，听到什么声音，还有面包。好了，26题 Debbie。 这几年我一直忙工作，没时间去旅游。27题阿明。你搬家的时候我带帮你吧。来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，对，我来帮你吧。好，28题 Topic。 这个面包，阿明觉得是面包， Topic 你觉得呢？ F 面包。哦，好， Topic 也觉得是 F 面包，所以是，哦，这个面包很不错，是你买的吗？好，29题，啊，Debbie。 这件新衣服是什么时候买的？上周末我妹妹跟我一起去买的。很好。30题阿明。现在北方很冷，多带几件衣服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很好，谢谢你们。